先把那个瓶子对着那个下料口，这个关键装在一般性装在第二个瓶子这边。如果这边如果没有这边没有瓶子的话，这边启动是启动不了的，这边有瓶子的话它才能启动。如果这个剪出来那个干燥剂剪出来如果要破的话，这个可以把这个关电，看那个看设备的关电可以上下调节，调节到如果往上破的话就往上调，往下破的话往下调就行了。